日，陈思诚正在筹备一部新的电影解密，网上有人传出知名香港巨星梁朝伟将与汤唯再次合作，一同主演由陈思诚导演的新电影解密。如果属实，这亦是梁朝伟与汤唯相隔16年再合作。这个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猜测。对于这一事件的真实性，港媒向梁朝伟经纪人求证，对方给予了否认。据经纪人表示，梁朝伟并没有接演解密，并且目前正在为寂静的朋友做准备工作。梁朝伟曾经与汤唯一同主演了李安的电影《色戒》，曾遭到网友热议。如此看来，梁朝伟与汤唯的二次合作可能成为不可能了，两人或许再也无缘合作。